来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，我是峰峰。今天小六到咱们家里面来啊，已经到门口了，我们出去迎接一下小六，走。啊，峰峰，来来来来来，不用客气不用客气，我还特地买了小龙虾，我听说老肥做菜很好吃的，我要尝一下他的手艺。是吧？嗯，红烂掉了。他老板娘说这个是野生的，是吗？看看我也不懂看、啊。哎呦，我咬你！吓我一下。走，先进来，先进来。那去里面坐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可休闲了、啊。看到没有？你坐一下。看到没有？小月看到没有？鹅。那个抓回来了。沙滩车疯疯的啊。对。你还搞一辆沙滩车？等下给你试驾一下。哪个是村长哎？村长，不是，就是村长。来试试啊！好，小刘好。哎呀，好，开始扛到这家就来聊。啊，坐。啊，坐。啊，不知道，我刚去坐这边。我刚刚去那边那个赶集回来，我听到小刘声音啊，很熟悉啊，那个声音啊。很熟悉是吧？对，很熟悉的。因为我关注你嘛，看看你那个，看你的视频啊。哇，这个怎么像一个小石磨一样，好有意思。看小六，你来都来了，你还带这么多水果。哎呀，没有什么东西了。这个都是我们家那边的。对，都是长是吧？什么都不，你来了，好。那个，你知道这个要怎么喝吗？喝前摇一摇。对。对呀、啊。然后这样摇的。喝前摇一摇啊，然后摇一摇，然后就倒给客人喝，是不是？好热啊，今天好热。喝点凉快的。好热的，好冰的，够了，先喝点解解渴先。解渴，我们再大老远过来。有你们这里还是蛮舒服的。对呀、啊，这边没有那么热，就是少一点北方的感觉。来喝茶。好，谢。远道而来，辛苦了啊。以侠代酒敬，以侠代酒敬你们一杯。敬小六一杯。好酒，好茶，老是想喝酒。峰峰，有你们这里有看起来也不算很大哦，不大，小一家的，但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有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小亮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好，来看一下，首先带你看一下我摘的这个呢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，豆芽，不是，绝对不是豆芽，绝对不是豆芽。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啊。松子，这个果我妈种了四年没种，没种发芽过一颗，我也种了四年没发芽过一颗。那现在我们来释迦果啊，释迦果啊，那我们过来就开了释迦果啊，开三颗，我们三个人过来吧，开三颗。我外面还有30棵，今天全开。发财树，肯定我常年四季要种它。螺蛳粉，等一下下午晚一点的时候，你饿跟我讲。对，吃不完的螺蛳粉，好不好？太多了，很多。这个会不会？这个不怎么会。我们这种没有音乐细胞的。这些人可能就只有秋子会的。秋子会吗？会，他真会弹。真会是吧？真会，他不是假的，我们都是假的。天不是在这里。之前在外面。啊？之前也是在这里，但是我们是反着的，然后就搬到外面去，输到里面去。现在呢，这一轮先到这里来了。这里平常看直播感觉好大的，是不是大不大？这里很小。因为平时看直播的时候在外面。我是刚搬进来的，大吧？我示范一下怎么进去。老肥。这个
就这样了。原来是在外面的，你们小六排这里就没有压力。我的经济很快，一般都是我是最难进来的，他是最吃力的是吧？对啊，热不热？热不热？热不热？我说你这里的话，本来应该这边留一点点可以进去。他这个桌子不够大，太强，他东西多。其实他这个东西他还可以往这边稍微挪一点。这边再留大一点就可以直接进去了，对，留到这个位置就可以，就一点点，就十公分就够了，就留这么多就可以直接进去了。老肥去拿个锯子过来，现在就可以去。要不小六进不去是吧？也是哦，他进不来不。我哎，那个灯不用关掉吗？不，先不关了，先没事的。那个，我现在带你，我前两天把我那个沙滩车修好了。沙滩车？对。我带你去兜一下风，好不好？很拉风，很拉风的，但只能拉你哈。小六开四轮的，他现在只能开那种。是吧？行，那然后我们这个今天的早上我们先到这里，等一下我们去带小六去坐一下沙滩车，到咱们后面的房子去逛一下，好吧？走。